这一只就不想理他，一直在发烧，他老生气。太逗了！受不了了。哇，那只肯定性能比你强，就一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，就是什么三岁看老吗？熊猫的未来靠你了，你们这种懒洋洋的没有了，就是过得非常帅的，真的，一直在爬着。